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幕府。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部来自美国的科幻大片《沉睡》。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是时间旅行。这部电影总的来说是一部角度十分新颖的科技电影。影片的一开始，女主角小妹和男友小黑全副武装来到了一个小黑屋。小妹和小黑是2067年世界大战后幸存的反叛者，而他们正在试图通过时间旅行回到2017年躲避猎人的追杀。来到小黑屋以后，小妹和小黑深情激吻，做了最后的告别。带上了机器后，他们回到了21世纪初期，而倒霉的艾娃就是被时间旅行的反叛者小妹占据身体，而占据身体的艾娃灵魂无处安放，所以灵魂出窍。醒来后的艾娃回到自己家里面，竟然发现有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占据了自己的身体，而那个人就是小美。可是母亲说自己说的任何话，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人能看见。而和艾娃的男朋友社会哥没有一点感情的小妹也残忍的和社会哥分手了。幸运的是，来到了过去的小黑和小美又相遇了，两个人一起来到了这个时代反叛者建造的小黑屋里，而艾娃也跟着进去。通过他们的交谈，这时候艾娃才明白自己的身体被别人占据了，可是他一定要找到机会将自己的身体夺回来。而另一边，来自未来的猎杀者也开始研究穿梭到过去的机器，要抓捕这些反叛者，而短发妹则是反叛者中最骁勇的战士。果不其然，来到过去的短发妹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许多叛逃者，并将他们送回未来进行拷问。通过被抓到叛逃者的记忆，很快猎杀者找到了在未来叛逃者所在的小黑屋，并用炸弹将所有沉睡中的叛逃者们摧毁。在过去，所有的叛逃者们都感到了疼痛，沉睡中的小麦被这种剧烈的疼痛吓得尖叫而醒，而其他所有的反叛者也感受到了同样的疼痛。而肉体被毁了，他们只能接受自己有可能永远待在这个时代的噩耗。而另一边，灵魂出窍的艾娃也在接二连三地受到打击。社会哥失去他以后，很快就和别的女人产生了暧昧，而他也无法感受到来自母亲的温暖和疼爱。很快，走投无路的艾娃找到了猎杀者短发妹。艾娃带着短发妹来到了反叛者基地。短发妹凭借自己高超的武艺，用特制的手榴弹杀掉了队长和基地里的其他队员，只剩下艾娃和小黑侥幸逃脱。小美带着小黑来到了自己家里，可是这一幕却被艾娃的母亲发现了。她不相信艾娃会变成这样，甚至要去报警。被逼无奈之下，小美只好拿着枪威胁母亲，而短发妹随即也来到了艾娃家里。由于时间紧迫，小美只好让艾娃去看那些猎杀者在未来所做的事情，而艾娃这样做只是帮助这个世界更快的毁灭。艾娃看了视频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帮助小妹和小黑将短发妹打败，而最后小妹也附身到了短发妹身上，艾娃也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可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小妹和小黑又踏上了新的拯救世界的旅程。好了，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